笑老师把王老师支配得明明白白，在古代，王老师就被笑老师支配着。天气太热了，娇气的笑老师不愿意拿着风扇，就把风扇给了王老师，给自己吹风。结果看把王老师乐的，吃莲子也是自己不想剥，毫不犹豫扔给了王老师。我们笑老师只负责等着吃就可以了。这么看，他们家应该都是笑老师说的算。看视频说让快进就必须得快进。 真是娇气包，头发进到面具里，自己都不带动手的。回到现代更厉害了，都不需要说话，一个动作就能支配了。后来都凭自己的感觉来判断笑老师的需求啦。笑老师把他的狗仔仔真的是支配的明明白白，别说狗仔仔了，笑老师的魅力连蝴蝶都能支配。你看看，只要拍戏就飞来一只，真是只粘人的花蝴蝶呀！